有电话找，就说我去俱乐部了。哎，哎，小杨呢？啊，我去找。啊，不用了，我去俱乐部，没关系的。啊，爱珍姐刚才找你呢。我知道，是我故意躲开的。是不是很可笑？我这样整天跟着他。爱珍姐对你很好。我明白。所以他们虽然做得不对，我也没有背叛。王月英，你来做佘爱珍的秘书，究竟有什么企图？你放心，我会保护你的。为什么？因为我喜欢你。我知道你有男朋友，也就因为他，你才加入这项工作，是不是？佘爱珍喜欢我，我不喜欢他，但也不会背叛他。我知道，你不可能喜欢我，但我会保护你。很奇怪，是不是？哼，人本来是很奇怪的。请，好好，请吧。坐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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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坐。您坐，好。好，嗯。我不会收你的礼物。我也不会送礼物给你。这是氰化钾，一吃就死的毒药，你带着会有用处。哎呦！
哎呦，哎呦！你快快！哎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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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天不亮吗？呀！哦！真的呀！这是闹笑话，哪是正经办事儿？要杀张啸林，得先干掉他的保镖。老虎没有爪子，还不束手就擒？那些人要是没点真本事，怎么跟着张啸林呢？我看这不是办法。那我想还得在月生身上动脑筋。杜先生，你的电话啊。歪歪，郭胜哥，你好吗？我很好，很好。林怀布，哦，记得起，记得起，没问题。我就叫人马上送到上海来。